想跟你聊聊有关于陈在天、陈景官这一个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陈在天是三联会养在分局内的卧底？三联会控制这个城市一半以上的情报公司，我们上次去捷运抓高义，就是靠三联会的线。陈景官在进入警校前所有的户籍、学历都是假造，而原有的身份记录则是被消除。但我认为你整个人的判断能力有问题，因为如果我是内贼，我绝对不会笨到被你怀疑。南区分局有这样的警官，我们也很意外。所以监视官，调查局这里非常需要您的帮助。可能我们已经被监视了很久了，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这么执着于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，整件事情的背后有一点很大的原因。每周六晚间九点，痞子英雄，勇敢前进。